这啥意思啊？这个这两个人，你是哪一个了？你是六，我第六。假如你是一个老虎，啊，对。哦，对，你可以这么说，向那些不好的习惯说 no， 我要666，是不是这样？对。哇，你这个好，你这还有钱呢吧？你这明明感觉就是一个商务精英的生活，然后喝完酒有点生气，但是就老婆走的有的是钱。 十全十美的生活，我替我行。好像也不是不行。我没事，那先讲一试试呗。比如说我这是 number 3嘛，是不是？我 number 3，我是，我这个利益叫做，寿比南山。好，不错，好，不错，对不对 ？number 3，寿比南山。为什么说寿比南山？因为工作也有工作的年龄，寿命是这样的。对，有一个人叫小南。 小南呢特别的喜欢工作，但是他在工作的时候呢，总以前特别讨厌，他喜欢算计别人。后来他发现，其实人的一生要平衡很多的事情，即使你飞得再高的时候，你也不要忘了家里还有你爱的人。所以他就学会了什么叫做寿比南山，就是这样啊。好。